一个是变成这样。一个是变成这样。好。那看到这个呢，就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上下相近，就是跟解连力很像。好，不过我们想一下哦，这个减这个剩下 a， 有的人会很自然的写下这边是负二，然后这边是负一，看起来蛮合理的。好，不过你们想一下，这个减这个什么时候会最大？拿这边最大去减那边最小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相减完以后剩下 a， 这边最大减那边最小是零。那这个减这个，如果你要最小的话，应该是拿我的最小减你的最大，负二减掉一，所以应该是这样。好，但是这样常常这样想的话太混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到二之二最前面。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画图，画图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你式子变多的时候，你要用想的很难，不如的途径。而且这边其实有四个不等式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那我现在要画图了。只是这次是 A 轴 B 轴，之前是 X 轴 Y 轴，现在我们把 AB 当成新的变数，画在 AB 坐标上。那你画出来图应该会长这样。这个是 A 加 B 等于 0， 那我要的接下来就是中间，还有这个负二的。给你一个 AB 的范围，然后要问你这个
合的最大最小值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在学的啊，只是我们这一节学的都是 xy 值下面的 a。给你一个不等式的范围，可行解区域内求某一个线性函数的最大最小值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，它最大可以多少，最小可以多少，我们看它的斜率 b 等于负 3a 等于，对，斜率是负 3， 斜率是负3的话代表它比这条斜的线还要更斜，就这样，这个，但是这样不够斜，还要再更斜，再转过来一点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，比这条线还要更斜哦，所以真正出来的时候是在这里，然后过去在这边。那往左下移会比较小，你知道左下是这边，这个点是左下哦，快吧，因为你的线是这样，往那边左下。好，那左下移是最小，右上移是最大，所以这边是最小值，这边是最大值。那不然你也可以把四个顶点带进去看看，用顶点法。那带进去之后，这个点带进去，原点带进去的时候是九，负三四带进去的时候是四。原来 f 负三会介在四跟九之间，那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答案是选四，然后没有选三。
道他有没有真的，对，这个变大。有可能等于零，这个会大于等于它。那么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，三 a 加 b 加，还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大于等于零吗？只要这个大于等于零就解决了。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来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大于等于零。好，这个3a 加 b 不觉得刚刚有出现过吗？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直接用这个结果，我已经知道3a 加 b 会加9会建在9跟4之间，那意思就是呢，这个东西我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所以3a 加 b 会建在0到5，零到负，好，所以这个会大于等于负加，对，大于等于零，结束。原来这个东西会大于等于零，那这个东西大于等于零就代表这个是对的，所以选它。有没有想到比较简单的方式？如果没有想到，那怎么办？我有跟其他老师讨论过。帮我查那个左边那个是答案，然后你们格子点是八个要问吗？八个，为什么不是九？应该是所以你们要问，要问不问还要讨价还价，哎，要问吗？啊，你们快想一下右边这个，我来慢慢的来画图。
也是小于等于八。三一，十二减五十七 ，A 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怕怕的人，你也可以再带。这个是四一，对不对？四一。然后大于等于八，所以没有在这边，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。那那个第二题他问什么 ？y 减二 x 的最小值，对不对？最大。哦，最大值 ，sorry。那这边就提醒大家一件事，请不要找，不要觉得越右边的点一定越大。像这题的话，如果你要它大的话，应该是找左边上面的点。那斜率是二，所以应该会在这里。那补充一下，它如果要问最小值的话，斜率是二，所以在这里。
有最大值，就是这里有最大值，意思就是这个是最大的，唯一最大值，所以这个大于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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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个不等式解出来，就会是 a 大于等号三，很好解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如果他同时要问最小值，因为 a 比根号三还要大，这比根号三大，这也比根号三大，这也比根号三大，大大这也最小。这是零点法。那我现在要来讲平行线法，我猜我们应该不少人用平行线法。他说这边是最大值，那你就知道你的目标函数一定是从这边出去。这样出去，那所以你目标函数的线呢，一定会介在这两条线之间。这条线的斜率是根号三，这条线的斜率是负根号三。那我们的雨伞呢，就要比根号三还要斜，或者比负根号三还要斜。好，那雨伞的斜率要看这里，雨伞的斜率是负 a。那按照刚刚图形上讲的，我们就会写出这样的式子：负 a 要比根号三还要斜，或者负 a 要比负根号三还要斜，那就负更多。那这个同乘负号变号之后，你会有 a 大于负根号，不是 a 小于负根号三，或 a 大于负根号三。刚刚讲的答案竟然只有这个，为什么嘞？为什么呢？来，这个条件你只有告诉我一件事，就是你的雨伞会从这里出去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讲，最大值，你从这边出去也有可能是最小的啊。但题目有说我要最大，我不要最小，这边。所以回到这里，如果你要越右边是越大的话，那你的 a 一定是正的还是负的？正的，所以只能选这个，这个是最小值，产生最小值，觉得不合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你的 a 一定的斜率，负 a 大于 ，OK， 好，这样。那你在移的时候，其实你第二小题就算第一小题写错也可以，反正你加在中间。这边如果最大的话，那这边一定是最小，这边一样可以有最小值，那进去就是答案。不要把你原来的东西擦掉，因为计算题我还会再看一下你原来的式子，
有些可以部分给分。再说一次哦，就算不是这样，你不要把自己关注给擦掉。有够难洗脑。那个目标还是长这样，然后所以它的斜率是负三分之四，会介在这两个之间。对，好，那既然介在这两个之间呢，所以你的答案会写在这里，就是刚刚算出来的55万元。那这不是我要讲，我要讲的是第二小题。他说如果今天我的那个利润改了，这个改成 A， 这个改成 B， 那我的目标函数也会跟着改，会变成 AX 加 DY。那他说我这个新的目标函数，我这里还是一样有最大值，那就代表这个目标函数的斜率一定也是介在这两个之间，你才会从这个点进出。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件事情，那有等号的原因是他只说这边有最佳策略，他没有说15是唯一最佳策略。对，还是有等号。
道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先假设一送到甲的叫做 X。好，有的人会不小心把这边写35减 X， 但你要多进入题目的情境，他今天真正要满足的是这个跟这个，你要达到这边有30个，这边有20个，这边只是我的存货，我送不出去没关系。所以这边如果送 X 的话，这边一定要30减 X。那同样道理，这边我送 Y， 这里一定是20减 Y， 然后才开始列式。好不好？先讲目标。这些目标函数超长的，因为像这边我需要120X 的运费，加上100Y， 这是我花在第一个公司的钱，然后再加上这边。这是第二个公司的钱，那加起来就是我说要花的钱。刚好有话我换语，等一下。好，没事，去过头。绿色的最大最小值，绿色看起来很可怕，但它化简完只是